哎呀，我去，好多球啊！嗯，哟，啊！我到底想干嘛？你们觉得我想干嘛？我操！哟！哇！这内裤哦！咱们玩一把这个，玩一把如龙啊，给你们来一个色情游戏全套。谢谢我们的好兄弟一起闯送的十个好萌。忍道场。哦，连接网络了，这是我操！怎么玩家对战啊？啊，千年祭，剩下，叶藤表哥送的摇包包包，更衣室啊！你们想看更衣室啊？啊，是吗？谢谢菜狗送的六六大宝剑，谢谢菜狗，是吗？我去，老司机啊，都知道更衣室有什么是吧？啊，看来我忽悠不到你们了，是不是？我操！谢谢楚大狂还日翻天送的一个大瓶。飞鸟，角色上变更。你们想看更衣室啊？我看一下忍变身，很久没有变身了，我操！合体忍，哎，西卡西那么大，谢谢星辰大海送六六宝剑。哦，很久没玩过了，我不会玩了，我操！究竟大神什么模样？不要急，好戏慢慢来，从这边来，然后再从那边来，不要急啊。节奏都是慢慢的啊，没有那么一上来就拖的啊。那好了啊，我先跳过。哎，不要急。这种游戏啊，咱们需要前戏啊，来点前戏。咱们试看一下什么人物啊。哇，这个人物啊，我操，这个人物有点坑爹啊。血拳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怎么变身啊？怎么变身？我操啊，热狗了。哎，我操，不行，我变不了身，我操，这样的。啊，不行，打不过，我操，我已经完全不会玩了，好吗？能量呢？等我集个能量先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哎，叶克森玩一下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别着急，哎，别着急。来，转身。哦，
啊哦，好吧啊，给你抹完更衣室吧，算了，这就把这里搞了。接下来越打越惨暴，越打越惨暴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谢骚年送大瓶，更衣室是吧？你们想看这个？我你妈一上来就玩这么狠！私の装束を選んで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？装扮打扮。雪泉夜，哎，这个吧。我看选一个这个好看的啊，选一个好看的啊。喜欢哪一个？你们喜欢哪一个？飞鸟安啾，哎，就这个。等一下啊，搞个暴，搞个暴露一点的啊。不行啊，这不暴露。发色装饰品，转身后。摸之手，我操！我操！这个啊，不是，我受不了了！我操，我受不了了！破坏服装，不对，快撕快撕，怎么撕啊？推动跟旋转，去你妈，不会玩，我操！把你掀了呢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啊，等一下。哎，我操，这个方向怎么调啊？我去，推动啊，推动啊，干嘛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！算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操！啊，算了，我去，怎么撕衣服啊？我去，不会撕啊！这尼玛，怎么想的？哈哈哈。